老伴儿呢？我跟会长。好，我们看着画啊。张老师来了，让我们做颜色。肩坐在对呀，四里吧，在四里一个画室。对，这个肩坐画室，斯皮里，然后非常有名的儿童最大的画室，大家也过来观看。但是我们会在上面签名。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老炮老师啊，胡老师。再见，胡老师这有一个加个小广告，胡老师认识一个 Take a bee here Take a bee 的胡老师是个艺术家，跨界的艺术家，他还有一个 Take a bee 的一个店，就这儿啊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他的卖咖啡豆的啊，还有这个跨界特别好，大家可以品尝他的咖啡，喝咖啡豆特别好，好吧？下面我们欢迎啊，我们胡志啊，胡老师开始演奏啊。啊，这个音乐晃。